我害怕了，我你的这个打法有点害怕。从来没见过路上的人这么少，是我想多了吗？还行，已经很成功了，这对线。我点没用的，什么？他俩前面痛苦很正常。关键。这波帮的真的关键。猫靠谱的靠谱。这只好猫。等到六级就开始好打了。真不急。猥琐发育，等六，随便虐他们。动作利索点儿。他是不是有闪现啊？行。两个人都没闪了，行。
还是想压他一下。他们就跟炼金男爵一样，爱说大话，坏从中干。我还能怎么办呢？充能完毕。指望着我，我不能让他们失望。打着打着，什么情况啊？上单怎么一杠五？有这么变态吗？这两个人不跟我打，我也没办法呀。什么情况？大招按不完吗？大西应该六了。我觉得他应该已经六级了，经验怎么样都够六了。感觉要死了，这八成他下车去 A 那下，我就感觉他要被带了。哎，那下塔、啊，我操！你哥们，你这也是你顶的，逆天！都快走吧，你看，等会可能还是要死。打打不对面螳螂七杠一，我就死了一次，那螳螂七杠一了，不是这是什么什么都什么事情、啊？这合理吗？
到五代里面嘛，我还特意绕了个身位的。要闪了，不然不可能一刀 Q 到我的。还出三项哎！怎么这么腻了？腻了这么腻了，还不出神圣或者出肉了？还出三项呢，哥们！如果要做有人要做英雄，那就尝试一下吧。头铁，这种局要翻的话，头剑很难耐。不用去的，已经死了。
妈的，难道我们 Q 小兵的牛逼？啊，100% Q 的小兵，我看到的。我他妈这有个水银或者有个水银就好了，有个水银或者干锅。他出了吗？他出的话我就出不出了。感觉我也得补一个。人人都指望着我，我不能让他们失望。我换个位置。
看。我跟他换了个伞，哎，他感觉有点亏呀，急的，真有点急，好像。那换伞好亏。好的，还在是真妈只有一家猫存在是还好这把选了个猫咪，这样我有保障。牛逼！伤害不伤害没办法，我就冲上去，就是虽然冲上去打伤害但是对的，这波我可以上去的，难道已经冲的，难道上了我就可以蹲的，Thank you.
要闪就算了。这不是你，鬼爷爷，你干嘛？打的需要你不？不需要你，你滚！